如果三张卡，我会身体感到很舒适。也会有，对，所以我们准备了三个小游戏。第一个游戏叫颜色游戏。哇，难度增加了呢。然后对我来说实在太简单。怎么玩啊？怎么玩啊？是每个人起来都说一个字，如果两个人一起说的话，就会同时的一个。拉屎，他输了，他喊了一个字，没有，都算。他好赖呀、啊！我们先试一局，对吧？我真的好聪明啊！我这个老婆。不知道最喜欢吃什么？你说拉屎，他最喜欢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完了，试一局是吧？是试一局吧？没有试一局，第一局吧，求求了。啊，可以，就一张试一局。洗完澡看着镜子你会说姐、你们完了，我要开始报复你们了。谁第一个？我就第一个。今天第一次买的东西，输的又是我先说了，他再说。对，好吧，行吧。第一次输的人要再出一把红包。好说呀，啥特效？减十。减十。说出一部电影的名字。奇书。白皮书。What？ 奇书是什么？情书。他是个的救书。你输了，四个字，你喊了六个字，你六个字，我以为只需要说名字，五个字，那怎么可能啊？重在参与，重在失误。哇，来，机长，我也要。说出一位艺人的名字。杨洋，谁？哎，小张，四十。说出一首歌的名字。提出。我为什么就想说不快？两个，我还想说开不了口呢。哎，果然都开不了口。刚刚到了没有答过的人也要发红包。啊，我把这个金格垒上去吧，大哥。最喜欢吃的一道菜，白菜，大白菜，鱼香肉丝，鱼香肉丝菜。擦香青酱肉丝菜，什么东西？对不对？这肯定不行。不行，肉丝加菜呀！不行，绝对可以啊！这肯定不行啊！青酱肉丝菜不行，加了个白菜，什么菜都可以加。不是，我刚做的菜，你啥还要多嘴快？它叫青山超大闸蟹，六个字。五个字去哪？张老丸是什么？必须得靠张老丸是个名词。打乒乓球。啊，我坐张老丸去了。他说坐张老丸是坐张老丸。对呀，没有动词。怎么不行？怎么不行？不行。一脏啥？小朋友，啥？小朋友很多问号。什么意思？大脚丫！惊呆了老铁，这是什么表演？从来没见过，算是让我开了眼。我操！大脚丫！我刚想，傻瓜子。傻瓜然而琪琪听到的是，不是把刀立吗？谢谢你马哥，谢谢马哥。此刻，初你的一个东西。
机，摄像机，工作人员，帅气的哥哥，帅气的哥哥们，漂亮姐姐们们，你好棒，没有闷闷，感觉像卖萌，没有，我们这儿不能卖萌。这猪肉就一次次，叫我小张张。水煮鱼鱼，我今天中午吃的饭饭，什么意思啊？对我来说只是太简单了。哇，才四块钱啊！好了，金哥，现在一二三，你选什么？要二呗。好啊，我已经知道你跑的还挺好的。要它干嘛？太棒了，有药！哎，抽卡，抽卡！喂，我可以买个卡吗？六块钱，我可以抽几张啊？抽一张。应该我跟你说，抽这张绝对有用。贺俊林，我之前的两张卡给我吧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技术。什么？大野联欢奖，干嘛的？啊？哦，我知道。不在，交给他。哎呀！就再从这儿穿进去。嗯？救救我呀！救救我呀！我为什么？救救我呀！救救我呀！我为什么？下来了。你这样说吗？没用了。完了，我没有头带啊，不是你的头发，太诡异了，完了，小伙子，那不算呗，能够看见你了，完了，被识破了，我理的头发，你在干嘛呀？来是看我去是够，点头 yes， 摇头 no， 要打招呼喊哈喽，哈喽哈喽哈哈喽。他这样算不算啊？这算吗？上线在干嘛呀？我怎么知道？天哪！哎，我这个难不难？啊？还好。你这个，来，先看。算了。好，大家，现在是秒四吗？怎么样？你说好就算吧，我说还好。放点音乐吧，这样玩好酷，真的。哒哒哒，冬眠假期刚刚结束，大家有没有在摇头？哈哈，在摇头，哈哈。我还没有开始，那你没开始？还没开始呢，眼镜戴没是正常，应该摸眼镜了。他帮我了，他帮我了。好的，我真是。我有知道，他不是让我帮他，我一张都没有掉。哎，我们慢慢来。我们等一下过去打不打乒乓球？没得打，应该打吧？帮我带好，有人帮我带一下，我带别人去。我打你就打。我不是坑你吗？我是真的。打篮球吗？打篮球吗？帮我带好，有人帮我带一下，我带别人去。我打你就打。我不是坑你吗？我是真的。打篮球吗？打篮球吗？那里有没有足球场了？足球场，大哥，你看看，大哥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太乱了，他帮我带，一个露牙了，我的事，我没摸到吧？大哥，你是不是聪明了？摸到啊，一个露牙了。啊，耶，可以，啊，哎呀，被猜出来了，直接猜出来，干嘛？这个，他输了。Hello， 他看我了。哎，干嘛呀？这你看他，把他拍了。啥呀？这你看他了，马哥拍了，对，你看马哥拍了，拍到了，刚刚。
说这把刀利吗？又摘摘了，再摘。这但是你这个你算输了，你也得摘呀。我咋了？我就输了。Single ladies in my life， 告诉我如何去爱。这我知道了，是不是得换了？看你还让我低头吗？毕竟你是不是天赐帅？难道我是公认的吗？墨镜墨镜，拜托你咱们吹个说着，偏偏也是这样认为的吧？哦，我知道我这个啥了，这是是吧？是。什么意思？江哥，你今天给我戴戒指啊？真的吗？哎！真羞呢。所以我是啥呀？有人来搞我吗？拿下来呀、啊，大哥！强行操控我。要你管才管。丁哥，这是不是犯规啊？马哥，你看看着丁哥那啥没有？那其实我觉得丁哥那样其实有点犯规。我有什么事儿？我做了什么？摘，摘吧。对不对？他这个算吗？他自己问我，我这是啥呀？算。哎呀，我不玩了。三张没了，对吧？三张没了，真救命啊！生化压烧纸直接烧纸，我真真真的是知道吗？俊阳哥，这是你的，不是生化压烧纸直接烧纸，卤猪卤鸭进去了，他要直接摘了吧？嗯。你的不是吃的，烧纸卤猪卤鸭进去了，他要直接摘了吧？我说我的不是吃的，他是吃的。我讨论是那个问题，聊吃的，吃的聊吃的和问。吃的也可能，也可能是一个，对吗？这肯定是对呀，对呀，酷啊！他这个简单。好，那就在场的就张哥帅不帅？谁最后？帅，他就赢了。我也觉得有点帅。你觉得帅就对了，这个我帅。首先，我当然知道你们要说这样的话。别这样搞我呀！别搞我！帅亚文，那么。搞他！强哥，你帅不帅？想挠痒。强哥，你我是不是就是挠痒，然后我不帅。是啊。强哥，你是不是不帅？那我本来就不怕痒。哎呀，还是搞是跟帅有关是吗？我的这个问题是不是绝对没有了？他还是没意思。别搞，把客人弄下来，先把等下先把羊弄下来。还有两张牌。哎，别着急，快点。谁搞的动物？哎，我好像知道了，我是不是说什么赞同的话呀啥的？对对对对对。那不是要换是吗？你帮他扣张哥。哎呀，那太简单了，把手给我。不好啊，你还真给我，我都不好意思伤害他。亚轩，摸一下，拍自己个儿的手。哎，他不是他局外人。那我也可以。你手我怎么有？不是你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有人搞得下来我吗？我拍这么难吗？我可以换牌吗？不是，你们要是如果猜到了，我们就换牌。我真不知道，但是我真想换一张。换着换着，我不换了，我不换了，我没猜到。开始吧。强哥帅不帅？帅。哦，我是低头啊，再换一张吧。别换了，直接别换了，直接搞他。强哥就赢了，这样你赢了？不行，我赢了。我赢了，我赢了。哎，强哥你有点厉害，不是想不想赢了？但是这样很难，真的。强哥，你要赢了吗？你想赢吗？不是，你直接打他身体。强哥，你想不想赢？你想不想赢？你想赢，我们就帮你。想不想赢？强哥又不说话。强哥又不说话。我知道是什么了。你想不想赢是吗？不是，想赢。哎，我能那个极限一换一吗？好啊，你确定啊？可以换吧。比如说他五秒之内，可以吧？好。一二三。爆了！完了！一和三，你选一个吧。你亏，我亏了，我亏死了。我当时猜的是，我思考五秒，你这样整的我很懵，我就不会说表示胜利，你知道吗？一和三选一个。怎么会有表示胜利这种牌啊？这不是给贺苏婉萱专备的吗？这不是宋轩最爱的吗？宋轩最爱没了。那你还要吗？还有别的？我最爱，有别的吗？他可以换。这三号的食物是不是都应该是我的？Oh my god！ 哇，超大薯片，超大的薯片，超大！但是强哥，我也带很多吃的，还有很多喝的，我也带了。哎，不是，也不看看是谁让你赢的，你不会不分给我一点吧？哎，没事没事，我也不客气哦，我也挺客气，谢谢。是你吧？谢谢姐。算了，来吧，下一轮。
不要这样。来来来，等一下。这个先戴上了。我姓什么 ？What is your name？ 太简单了。什么？是坏了星球。马哥的话，你们马哥是吗？来了，马哥在。哦哦哦，你们上来。等一下啊，又掉了。哎呀，这个该给马哥的。什么呀？我操！其实我这个更多的是我自己扣，我自己下马马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我知道这个人吗？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不太熟，不太熟，陌生人。这个我说实话，说等一下还没开始嘛。我们一个一个来吧，来一个一个问问题。先开始，马哥，来，问问题开始。这是个人吗？他不是，是我这是现实当中真实存在的人物吗？是不是？这个不是啊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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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爸爸不是。我这是男人吗？是是，不确定，不确定。那我重新问一个，对吧？啥呀？这不确定吗？跟我说一下，看一下，这是动画片吗？不是不是，那我肯定没看过了。不是不是，你这个你要是没看过，那你可能真的别看别看。哎，你怎么能这样啊？快点快点。我认识这个人吗？认识认识。我认识个人吗？是。啊，我这是只狗吗？不是。是男的吗？是男的。是。他会是鼠标呢？我认识吗？认识认识认识。是游戏或者动漫里的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你不能说或是。这是西游记吗？不是是。我问的是什么鬼？给你了。他在我们身边吗？不在。是不是。他是男的吗？是是是。他富有吗？富有是。刚知道了。糟糟了糟。他知道了。对不起，我第一个问题问的是不是鲁莽了许多。我这是只狗吗？不是。他一个你知道吗？不是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那第一个问题还不算，不是鲁莽。他认识我吗？不认识，不认识，不是，不是，是我们七个人中间的一个吗？是，我知道了，贺峻霖。是人吗？是是是，不是动画片，我这个。是不是动漫，就是真人吗？真人对、啊，我想想啊。韩振东老师，他年轻吗？年轻。他有钱吗？是。有。有。是。飞哥？不是。还有有钱就飞哥，一有钱就飞哥。那在我身边有钱人就飞哥。他贫穷吗？他贫穷吗？这个不好，这个还挺难答的。这不好说。嗯，应该是贫穷又富有。对。这是什么？他是动漫吗？不是。不是。他是小说改编的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他不是。我发现这个游戏是，我大概知道了，不是真人就是虚拟的吗？对，那我这个就是虚拟的，对吧？对，是。好，该你了。我是我们七个当中的一个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是或是是也不是。我大概知道。你用不出来了。谁吧？说嘛。我不得了我。原野是飞哥啊。飞哥就差临门一脚。就差临门一脚。贫穷。年轻。是我们七个当中的一个吗？是是。我等一下。你别说话了啊！我自然猜是吧？我可以来了吗？可以。你都赢过了。待会儿猜吧，待会儿猜吧，全程。杨文？不是，不是。杨洋？不是。金球星？不是。我还有四个呀，年轻的。杨文年轻吗？杨文年轻的猜。都年轻，先再过一轮，我脚趾都抓地了。他是虚拟的吗？不是，是。他有钱，他我认识他，不认识我。该你了啊！我可快了，这个。他是虚拟的吗？是是是。他住北京吗？住住住，不知道。他在北京，他不是北京队的吗？你说太多了。中国人吗？哎，对对对，是是是是是。那那掉了掉了掉了，没看到没看到。我瞄啊啊！别给我看一下。哎，你说马哥，他是刘耀文喜欢动画片里的人物吗？不是不是，得靠刘耀文来说。他自己说吧。不是，我这是五个字吗？不是不是，我刚才说了我。说了他，说了他，
他是张震远吗？没错。阿里巴巴。用我来耶耶耶耶。其实你们刚刚问的好多都是有效的。真的好多有效。好多有效，大家都替别人问了。兄弟们，我答案已经呼之欲出。我刚刚问的是现实跟那个什么吧，是吧？我刚问过了。宝贝儿，我也要。他问的全是无效问题，不用管他了。他是在身体上。对，是。哎，我问你问的啥？我两个字。是。应该是不是在海里？马龙。对。全靠强哥那两句话。没办法，赢了。然后开始了，跟强哥问啊。我是我们团里的吗？这个反差有点大。飞马哥，飞走。求求你放过我。马哥，该你了。马哥，这个太简单了。马哥，你这个真的，你要是问对了问题，你这个简单。是我喜欢放人吗？是是是。哈哈，那就简单了。要不你就下一个吧，等我吧。我还有个问题要问你。我这是两个字吗？你问这有什么用？不是两个字吗？刘国梁老师，不是。三次啊？比尔盖茨？比尔盖茨？你几次啊？我砸了两次，还有三次机会。是明星吗？不是。哎，算算，大哥是。对，算。李小龙 ，Michael Jackson。棒棒的。给他们一个提示吧。谁想要提示必须得哄我开心，让我给卡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我也不要给卡，帮我接好热水泡脚。那、哎、我不愿意，帮你接水，不帮你洗，知道吗？我自己泡。给我提示，给我提示。好，他来，还没到他呢，不能跳吧？得过了我。那简单一点，跟我接冷水就好了。那我要弄一场不要，说吧。那我不愿意。那我要弄一场不要，说吧。算他很喜欢，他关掉，他关掉，啊好，对啊，他很喜欢，我的呀，我要洗，我要洗，我要接水，我要你，是不是很，其实很有用，不是该张哥，张哥，给我来一次美容美发，好呀，张哥你需不需要警醒？先说多点，不是真实人物，但是真人演的，嗯，是三个字吗？是，我可以开始猜了，可以啊，兰若空，啊，那我知道是 Michael Jackson。继续你预言，没看见我在那洗脸的吗？哼，可是我每天都在这漱口。我提醒，你给我按个摩。胎又掉了，胎又掉了，胎又掉了。你给我按摩，我老掉啊。你也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啊？怎么还没到我？很明显的，让他们两个交集啊，可以分的，跟我那个卡龙有关系。刘国梁，这太夸张了。你看我这个给他很大的提示，但是又很吓人。他是，我也不知道 ，Michael Jackson。你愿意也给我按个摩吗？好，我给你按摩。他是我喜欢看的电影。对对对，马哥喜欢看的电影。突然觉得自己李小龙。我好羞耻。是女生吗？不是。是。你问过了，马尔福。你问过了这个问题。要给提示吗？你不给提示绝对猜不出来。我感觉我不认识这个人，你知道吗？不认识。太认识了，是个人都看不懂。啊，我知道是谁了，戴小帅。你怎么知道？是不是看手机？我真不是，我想了一下。你是不是这样？前面想玩？绝对不是，我发誓。要是我看了我这张，不用了，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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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我刚问过他是谁吗？你问过了，我问过了，而且你问过你在陆地上吗？这两个人，那是男的女的吗？男的女的，你还问了两次。强哥这个其实最不好说，我帮你问，我就完全告诉你。他是国外的吗？是国外的，真人男的，然后又是中国人，他影片当中是个真人，是可以。强哥赶紧问一个吧，反映社会现状的一个影片，我只能这样说。强哥赶紧问一个，奥特曼。
他每年都出那个，他每年都出大电影，可以打了吗？可以打了吗？斯内普。不对吗？马龙相关，马龙相关，我就说不出来了，我都着急，气死了，我都替你着急，弟弟，你打不出来。这是啥呀？喜羊羊。哇塞，就是马龙吗？是哪个机器人？我的机器人。光头强。是马龙啊！我以为有个人跟他们没关系。啊！让我想一想，三个字啊。可以这样提示他吗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哎呀！男女混双。哎呀！你们俩一个。哦！你答不出来了吗？男女混双。我告诉他了，好吧。左手持拍。左手持拍。左手持拍。有一种人，他叫什么？不敌我。许昕，我猜不出来，我对不起许昕老师。我们哎，最后是怎么提示吗？最后是大马，大马，这么好吗？对不起，许昕老师，我就这样了。小刘，你发红包了，就是因为我们新车是货车两个，然后还送了他一个货车券，不要小瞧这个，因为我们等会儿下来呢，离我们目的地还有一段距离。然后翔哥，你零食也吃了对吧？吃了，狗粮。看到什么了吗？什么？你看一下。这是多少钱？啊！哇！这是145，我刚吃了一袋。啊。然后这里还有这么多钱，这里还有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要给钱啊？是，给我，你给我。哇，这好坑啊！一切美好只是昨日沉醉，淡淡苦涩才是今天滋味。那他们吃了的呢？这反诈呀、啊！你这快下下国家那个什么反诈中心 APP。对对对，快下下一个，快下。哪个？他下车。我每包100给。哇！我可以抢吗？我准备好了。等等，等等我来了。等等等等，我来了。我也来了。来了。真的真的。等等我来了。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。哇！心态直接炸了，直接心态爆炸。那这样的送一辆火车券。啊，我也可以。你放个大红包就可以。那个卡给我吗？观察一下车里。